今天穿上晚装，化了妆，这个做了头发，穿了高跟鞋和平常感觉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确实有很大的区别。像运动员一般都穿运动服，会休闲服比较多。然后对我来说，穿晚礼服可能也是第一次吧。你自己会觉得很陌生吗？还好了，其实还是很熟悉的，只是脸发生变化而已。其实内心的各方面、内在都还是一样。那刚才我采访叶姐的时候，她说她会给你提一个新的目标，就是奖金在2650分。那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会有信心达成这个目标吗？对，其实我等级分刚刚突破2600，也算完成了一个目标，但确实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。2650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吧。那最后今年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？其实今年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比赛，然后还是希望在成绩上能够有更大的突破。好 ，OK， 我们的其他媒体还有没有？好，那行，谢谢一帆，谢谢你。